滚地球在一垒手的正面接到要跟打者来赛跑。哦，国范国成冲得非常的拼了，在最后一刻用滑垒的一个方式踩到了一垒垒包，将林书一刺杀出局，结束了中信兄弟在四局下半的进攻，留下了两名的残垒，目前还是以1-0暂时领先富邦悍将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请大荧幕上题目。